季康子问使明镜中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为孝有余，兄弟失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翼，小车无钺，其何以行之哉？子张问时事可知也。子曰：因因于下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因礼所损益，可知也。其祸既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子曰：非其鬼而计之产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八义，八义。孔子谓季氏八义五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为辟公，天子穆穆西取于三家之堂。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临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义也，宁戚。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王也。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临放乎？子曰：君子谋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身下而引其贞也。君子。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炫兮，何谓也？子曰：会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与者伤也，始可与言师已矣。子曰：下礼无能言之，岂不 PG 三足贞也？因礼无能言之，颂不足贞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无能贞之矣。子曰：帝自既冠而往者，无不欲观之矣。或问帝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是诸斯乎？指其掌，既如在，既神如神在。子曰：无不与，既如不既。王孙贾问曰：与其昧于傲，宁昧于躁，何谓也？子曰：不然，或罪于天魔所导也。子曰：周奸于二代欲，欲乎文哉？无从周。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之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子曰：舍不主皮味，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子贡欲去告朔之细阳。子曰：次也，尔爱其阳，我爱其礼。子曰：是君敬礼仁矣，未产也。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子曰：官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哀公问射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阴人，以亳州人以利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臣事不说，遂事不见计，往不咎。子曰：管仲之气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事有三规，官事不涉焉的俭然，则管仲之礼乎？曰：邦君数塞门，管事亦数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殿，管事亦有反殿。管事而知礼，孰不知礼？子与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息如也，从之纯如也，矫如也，易如也。以臣宜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初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以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子谓韶敬美，以幼敬善也；谓武敬美，以谓敬善也。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礼仁，礼仁。子曰：礼仁为美，则不处人焉得之？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曰不可以长处，乐人者安人之者利人。子曰：为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子曰：苟至于人以无恶也。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子曰：我未见好人者恶不仁者，好人者无以上之恶不仁者，其为人以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人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以我未之见也。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官过私之人矣。子曰：朝闻道。PG 四，戏死可矣。子曰：是至于道而耻恶一恶十者，未足与义也。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义之与彼。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行，小人怀惠。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子曰：不患无未患，所以利不患莫己之求未可知也。子曰：参乎吾道义以贯之。曾子曰：为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子曰：是父母己见，见志不从，又进不为劳而不怨。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攻之不逮也。子曰：以曰失之者先矣。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子游曰：事君庶思辱矣，朋友庶思疏矣。公也长，公也长。子谓公也长，可欺也，虽在雷邑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欺之。子谓难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行路，以其凶之子欺之。子谓子见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贡问曰：次也何如？子曰：女气也。曰：何气也？曰：胡脸也。或曰：庸也。人而不佞。子曰：焉用佞欲人以口，给吕曾于人不知其人焉用佞。子使七雕开是对曰：无私之未能信。子说。子曰：道不行，臣服服于海，从我者其有与？子路闻之喜。子曰：有也。好勇过我摩所取材。孟武伯问子路人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有也。千乘之国，可使至其父也，不知其人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世之一百乘之家，可使谓之宰也，不知其人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数代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人也。子
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越？”对曰：“次也。”何敢忘回？回也文亦已知，十次也文亦已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宰予昼请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与与与何？”诸子曰：“使无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无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与与与改是。”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生臣。”子曰：“臣也欲焉得刚？”子贡曰：“我不欲人。” PG 五。知家诸我也无异欲无家诸人。子曰：“次也，非尔所及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路有闻未知能行为恐有闻。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公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会其时民也义。”子曰：“晏平。众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早拙，何如其之也？”子张问曰：“令尹子闻三事，谓令尹无喜色。三已知无愠色，就令尹之政，必以告心。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是其君臣。闻子有马，时甚弃而为之。至于他邦，则曰：“由吾大夫。”崔子也为之。之一邦，则又曰：“由吾大夫。”崔子也为之。何如？子曰：“亲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既闻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在思可矣。”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之邦，无道则于其之可及也，其余不可及也。”子在臣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自狂简斐然，臣章不知所以裁之。”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事用兮？”子曰：“孰谓为生高直？或起兮焉？起诸麒麟而与之。”子曰：“巧言令色足弓左明耻之。”一尺之逆怨而有其人，左明耻之一尺之言冤记录。是子曰：“何各言耳？”至子路曰：“怨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言冤曰：“怨无乏善无失劳。”子路曰：“怨文子之至”子曰：“劳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子曰：“时事之义，必有忠信如者焉，不如之好学也。”庸也。庸也。子曰：“庸也可食难免。”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静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庸之言然。”哀公问弟子孰谓好学，孔子对曰：“有言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已经也，则王位闻好学者也。”子华始于其冉。子谓其母请粟。子曰：“与之辅请亦。”曰：“与之与冉。”子与之粟五饼。子曰：“赤知是其也，臣匪马衣轻裘无闻之也。君子周疾不计父。”元思谓之宰予之粟九百辞。子曰：“吾以与尔邻里相党乎？”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心且狡，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为人，其余则日月至焉而。” PG 六。以义。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有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次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次也，答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亦于从政乎？何有？既是使闵子骞谓废宰，闵子骞曰善谓我辞焉，如有负我者，则无必再问上矣。伯牛有疾，子问之，自有执其手曰王之命以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理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金女化。子谓子夏曰女谓君子如，吾谓小人如。子游谓武臣宰，子曰女的人焉耳乎？曰有，但台灭明者行不由尽，非公事未尝至于眼之事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骑马，曰非敢后也，马不敬也。子曰不有助陀之宁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事矣。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子曰执圣文则也，文圣执则使文治彬彬，然后君子。子曰人之身也，执往之身也，幸而免。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子曰中人以上可以与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与上也。樊迟问之，子曰物明之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之以问人曰人者先难而后或可谓人矣。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之者，动人者静之者，乐人者寿。子曰其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子曰孤不孤，孤哉孤哉。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谨，有人焉其从之也。子曰何谓其然也？君子可视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子曰君子博学于文，曰之以礼亦可，以服判以夫。子见男子，子路不说夫子，使之曰与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志以乎明先久矣。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人乎？子曰何事于人必也，甚乎尧舜其由，并诸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进取辟可谓人之方也矣。述而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妾比于我老朋。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子曰得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喜，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子之厌居深深如也，夭夭如也。子曰盛以无衰也，久以无不。PG 七，复梦见周公。子曰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人，由于义。子曰自行数修以上，无未尝无悔焉。子曰不愤不起步，匪不发举，一于不以三于反，则不复也。子时于有丧者之策，未尝保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抱虎平和，死而无悔者无不与也，必也。灵
是而具好谋而成者也。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无益谓之如不可求，从无所好。子之所胜斋战疾。子在其文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冉有曰：夫子谓为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其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人而得人又何怨出？曰：夫子不谓也。子曰：饭疏食饮水屈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子曰：家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子所雅言诗书直，礼皆雅言也。叶公问孔子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兮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故敏以求之者也。子不与怪力乱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子曰：天生得与与环追，其如与何？子曰：二三子以我未隐乎吾，吾隐乎尔，吾无形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也。子以四交文行忠信。子曰：圣人无不得而见之，以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无不得而见之，以得见有恒者斯可矣。王而未有虚而未盈，曰：而未太难乎有恒矣。子钓而不刚，亦不涉宿。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谋事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互相难与言同，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为何圣人挟己以进，与其邪也不保其往也？子曰：人远乎哉？我欲人斯人至矣。臣思拜问昭公之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一乌马骑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吾未同姓，谓之吾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乌马骑以告子曰：野性苟有过人必知之。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子曰：文墨无由人也，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子曰：若胜与人，则无其感意谓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矣。以躬奚华曰：正为弟子不能学也。子疾病，子路请导。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累曰：导尔于上下神。 PG 八。子曰：之导久矣。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子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泰伯，泰伯。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以以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子曰：恭而无礼则劳，盛而无礼则喜，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矫。君子笃于亲，则民心于人；故旧不移，则民不偷。岑子有疾，召门弟子曰：起与足，起与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无之免夫小子。岑子有疾，孟敬子问之。岑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
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思远暴慢，以正颜色，思尽性，以出辞气，思远鄙背，以鞭斗之，是则有思存。岑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孝习者，吾有常从事于斯矣。岑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济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岑子曰：是不可以不弘一任。众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义重乎？死而后已不义远乎？子曰：心于失，利于礼，诚于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曰：好勇及平乱也，仁而不仁，及之以慎乱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令其余不足观也矣。子曰：三年学不至于古不义的也。子曰：笃信好学，守慈善道，为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子曰：失志之使官居之乱洋洋，乎隐而哉？子曰：狂而不直，动而不怨，空空而不信，无不知之矣。子曰：学如不及，有恐失之。子曰：巍巍乎舜，与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为天，为大为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民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患乎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与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计于斯谓舜有妇人焉，九人而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子曰：与吾无见然以非隐，时而至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至美乎服，免卑公事而尽力乎沟绪，与吾无见然矣。子罕 PG 九。子罕严厉与命与人。答向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摩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贺直直欲乎直射乎吾直欲矣。子曰：马冕礼也，今也纯简，无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太也，虽为众无从下。子绝似无义，无必无故无我。子谓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与何？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故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之我乎无少也，见故多能比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劳曰：子云吾不是故意。子曰：吾有知乎哉？吾知也。有比夫问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结焉。子曰：凤鸟不至，何不出徒无以已夫？子见其衰者免，衣裳者与古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屈。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乎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矣。文曰：我以礼欲霸，不能季节，无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莫有也矣。子疾病，子路使门人谓臣并肩曰：久矣。
哉由之行诈也无成而未有成无谁欺欺天乎且与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与纵不得大葬与死于道路乎子贡曰有美玉于私运毒而藏诸求善假而孤诸子曰孤之哉孤之哉我呆假者也子欲居久疑惑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谓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曰出则是公卿入则是父兄丧事不敢不免不畏久困何有于我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无畏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譬如未山未臣一篑止无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尽无往也子曰与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谓颜渊曰习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子曰后生可谓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思亦不足谓也矣子曰法与之言能无从乎改之谓贵训与之言能无说乎义之为贵说而不义从而不改无莫如之何也已矣子曰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何者利而不耻者其有也与不至PG 十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送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波之后凋也子曰知者不惑人者不忧勇者不惧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世道可与世道未可与利可与利未可与全堂弟之华偏其反而起不尔思事事远而子曰未知思也夫何远之有乡党乡党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为谨耳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盈盈如也君在敌气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病色薄如也足气如也衣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单如也趋近亦如也兵退避复命曰兵不顾矣入宫门鞠躬如也如不容力不中门行不履欲过位色薄如也足气如也其言似不足者设其身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习者出将一等逞颜色疑疑如也眉皆趋近亦如也复其位敌气如也直归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衣下如瘦薄如战色足素素如有寻想理有容色思敌于于如也君子不以干邹氏孔子不以为谢服当属枕止系必表而出之姿衣高裘素衣泥裘黄衣狐裘蟹裘长短又媚必有请衣长一身有半狐何之后以居去丧魔所不配非为长必杀之高求玄关不以吊及月必朝服而朝其必有名衣不其必便时居必迁坐食不厌金块不厌细食意而合于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刃不食不食不食歌不振不食不得其
将不食肉虽多，不食肾食气为酒，无量不及乱孤酒，是腐不食不彻，将食不多，食既于公不素肉，既肉不出三日，初三日不食之，以食不语，寝不言，虽蔬食菜羹瓜，既必其如也。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仗者，初思出以乡人挪朝，伏而立于坐阶，问人于他邦在拜而送之，康子馈要拜而受之，曰未达不敢尝。就焚子退朝，曰商人乎不问马，君次食必正席先尝之，君次心必熟而见之，君次身必触之，是食于君，君既先饭及君，是之东守家朝，伏托身君，命赵不四驾行矣。入太庙每事问朋友死魔所归，曰于我并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请不失居不容见其衰者，虽瑕必便见免者，与骨者虽谢必以貌凶服者，是之是副板者有甚传必变色而作，迅雷锋烈必变身车必 PG11正立直随车中，不内固不及言不轻止，色思举以降而后及，曰山梁辞至十哉，十哉子路共之三秀而坐，先进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也，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无从先进。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言曰敏子迁冉伯牛仲弓言语载我子贡正是冉有记录文学子有子下。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无言魔所不说。子曰孝哉敏子迁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南容三父白归，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季康子问弟子孰谓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以今也则亡。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果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礼也死有关而无果，无不徒刑以为之，果以无从大夫之后不可徒刑也。颜渊死子曰依天丧与天丧与。颜渊死子哭之痛从者曰子痛矣，曰有痛乎，非夫人之为痛而谁为。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是与由父也，与不得是由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记录问是鬼神，子曰未能。是人焉能是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敏子是策盈盈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有也不得其死然。鲁人谓常府敏子谦曰人旧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众。子曰由之色昔谓于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有也，申堂以未入于是也。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乐与，子曰过犹不及。既是父于周公而求也，谓之聚敛而复义之，子曰非吾徒也，小自鸣鼓而攻之可也。柴也于餐也，鲁师也辟有也，晏子曰回也，其数乎吕空次不受命而获直焉，亦则吕中。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见计亦不入于是，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子路问文思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文思行之冉有问文思行诸子曰：“文思行之公西华曰：有也。”问文思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文思行诸子曰：“文思行之赤也。”或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有也，兼人故退之。子谓于匡言渊后子曰：“吾以女未死以曰子在，回何敢死？”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义之问曾有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 PG 12。可则指今有与求也，可谓具臣以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是父与君亦不从也。”子路使子高谓废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名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谓学子曰：“是故恶夫宁者。”子路曾昔冉有公西华氏作子曰：“以无一日长乎？尔无无以也居。”则曰：“不无之也。”如获之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臣之国社乎？大国之兼家之以师，履阴之以饥，谨有也。谓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之方也。”夫子审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谓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四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张府愿为小香烟点尔何如？古色西坑尔舍色而作。”对曰：“一乎三子者之传。”子曰：“何伤乎？”一个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继承官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移风乎舞于泳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兮后曾昔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以以曰：“夫子何审有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审之为求则非邦也。与安建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为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谓之小孰能为之大？颜渊。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试思语矣。”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兵，食民如臣。大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庸虽不敏，请试思语矣。”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任曰：“其言也。”任斯谓之仁矣乎？子曰：“谓之难言之德无任乎？”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以乎？子曰：“内审不疚夫，何忧何惧？”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子张问明子曰：“敬润之赠夫受之素不行焉，可谓明也。以以敬润之赠夫受之素不行焉，可谓远也。以以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 PG 13。信之以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时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及子臣曰君子直而已矣，何以文谓子贡曰习乎夫子之说君子也，似不及蛇文游直也，直游文也虎豹之阔，有犬羊之阔。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何彻乎？曰二无由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子张问崇德辩惑，子曰主忠信喜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或也臣不以复义之以义。其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素无德而食诸。子曰片言可以折欲者，其有也与？子路无素诺。子曰听讼无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曰博学于文，曰知以礼亦可以服叛矣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政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政？季康子患道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明善，以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子张问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直直而好，一察言而观色律。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人而行为，居之不宜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樊迟从游于五鱼之下曰敢问崇德修特辩惑。子曰善哉，问先是后的非崇德与公，其恶无公人之恶，非修特与一朝之愤，望其身以及其亲非或与？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之，子曰知人。樊迟未答。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下曰相也无见于夫子，而问之。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下曰父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高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子贡问有。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子路子路 PG 14。子路问政。子曰先知劳之请义，曰无倦。仲弓未济世载问政。子曰先有私设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曰为君呆子而为政。子将息先。子曰必也正明乎？子路曰有事哉，子之于也息其政。子曰也哉，有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心，礼乐不心则刑罚不忠，刑罚不忠则民魔所措，手足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魔所苟而已矣。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卫仆曰吾不如老仆。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明，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明，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明，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抢父其子而至以焉用稼子。曰宋师三百受之以政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一息以为。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曰鲁卫之正兄弟也。子谓卫公子今善居士使有曰苟何以少，有曰苟玩以富，有曰苟美矣。子是谓冉。有仆子曰树以栽冉，有曰季树以幼贺家焉，曰父之曰季父以幼贺家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以成灾是言也。子曰如有王者必是而后人。子曰苟正其身以愚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正。子曰其事也如有正，虽不无以无其与闻之。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机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亦如之？为君之难也不讥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机也人之言。曰与无乐乎？为君为其言而莫与为也，如其善而莫之为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为也，不讥乎？一言而丧邦乎？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子夏谓举父宰问政。子曰吾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叶公与孔子曰吾党有执公者，其父攘阳而子正之。孔子曰吾党之执者亦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执在其中矣。樊迟问仁。子曰居好公执事，近与人中虽知夷狄不可弃也。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知事矣。子曰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是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 PG 15坑坑然小人哉，亦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伊豆烧之人何足算也。子曰不得忠行而与之弊也，狂倦乎？狂者进取，倦者有所不畏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臣之修。子曰不战而已矣。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曰君子义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弃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曰刚毅木讷近人。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知是矣。子曰切切斯斯夷夷如也，可谓是矣。朋友切切斯斯兄弟夷夷。子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及容矣。”子曰：“以不教民，战士未弃之。”宪问。宪问。宪问耻。子曰：“邦有道，古邦无道，古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人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人则无不知也。”子曰：“是而怀居不足以为是矣。”子曰：“邦有道为言为行，邦无道为行言孙。”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南宫氏问于孔子曰：“亦善射，傲荡周惧不得其死，然与季公驾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氏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子曰：“爱之能勿劳乎中焉，能勿惠乎？”子曰：“未命必成草创之士书讨论之行人子与修士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博士便宜三百范书十枚，耻无怨言。”子曰：“贫而无怨，难复而无骄易。”子曰：“孟公绰谓赵未老，则忧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子路问陈人。子曰：“若臧武仲之之公绰之不欲，辩庄子之勇冉求之义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陈人矣。曰：今之陈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为受命久要不忘贫身之言，亦可以为陈人矣。”子问公叔文。子于公名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名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食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意，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子曰：“臧武仲。” PG16。以防求魏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子曰：“晋文公决而不振，其桓公振而不决。”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赵乎死之。”管仲不死曰：“为人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子贡曰：“管仲非人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明道，于今受其赐，为管仲无其被法佐，任以其若匹夫，匹夫之为量也，自今于钩毒而莫知之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尊与文子同身。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子言：“为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息而不丧。”孔子曰：“仲叔与至宾客著陀至宗庙王孙贾至君旅，夫如是息其丧。”子曰：“其言之不作，则谓之也难。”臣臣子是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臣恒视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子路问是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谓？”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岑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之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子贡方人。子曰次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子曰不逆诈不义不信义亦先觉者是贤乎？为生母谓孔子。曰何为是？妻妻者与吾乃未宁乎？孔子曰非敢未宁也及故也。子曰既不称其利称其德也。或曰以德报。愿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子曰莫我之也。夫子贡曰何谓其莫之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之我者其天乎？公伯辽素子路于季孙子福景伯以告曰夫子故有祸至于公伯辽无力犹能似。诸事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辽其如命何？子曰贤者辟事，其次辟德，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欺人矣。子路宿于石门。城门曰西。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子戏庆于未有何愧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及庆乎季而曰彼哉？坑坑乎莫己之也。斯已而已，以深则利，浅则竭。PG17。子曰果哉？莫之难矣。子张曰书云高宗亮因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轰百官总己矣，听于冢宰三年。子曰上好礼则民一时也。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静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由并诸元攘夷四。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庶，焉老而不死？是谓贼以杖扣其颈。却党同子将命或问之曰义者与？子曰吾见其君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义者也，欲速成者也。卫灵公。卫灵公。卫灵公问臣于孔子。孔子对曰祖窦之事则常闻之，以军旅之事谓之学也。明日遂行，在臣绝粮从者并莫能。新子路运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故穷小人，穷斯滥矣。子曰次也，女以与未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与亦以贯之。子曰由之得者先矣。子曰无位而治者其顺也，与夫何谓哉？公己正难免而已矣。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莫之邦行以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周礼，行乎哉？利则见其参于前也，在愚则见其以愚恒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身。子曰直哉？使于邦有道如使邦无道，如使君子哉？渠伯欲邦有道则是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之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治世人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人。
子贡问卫人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士邦也，是其大夫之贤者，有其事之人者。”颜渊问卫邦子曰：“行夏之时，陈婴之路，福州之免乐，则少武放正身远，宁人正身迎，宁人待。”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臧文仲其妾位者，与之流。夏惠之贤而不与利也。”子曰：“公自厚而薄，则于人则远怨矣。”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矣。”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以哉？”子曰：“君子义以为直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君子并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即没事而民不称焉。”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PG 18。子曰：“君子精而不争，群而不党。”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欲？如有所欲者，其有所事以思民也，三代之所以知道而行也。”子曰：“吾有疾使之雀闻也，有马者借人臣之金王以夫。”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子曰：“吾常中日不食，中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根也馁在其中，以学也路在其中，以君子忧道，不忧贫。”子曰：“知己之人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己之人能守之，不庄以利之，则民不敬；知己之人能守之，庄以利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子曰：“君子不可小之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之也。”子曰：“民之愚人也，甚于水火，水火无见导而死者，以未见导人而死者也。”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子曰：“君子争而不量。”子曰：“是君敬其事而后其时。”子曰：“有教无类。”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子曰：“辞达而已矣。”师免见及嗟。子曰：“嗟也及习。”子曰：“习也嗟作。”子告之曰：“某在思，某在思。”师免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故相师之道也。”既是，既是，既是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既是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吾乃尔。是过与夫颛臾习者，先望以为东。盟主且在邦域之中，以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魏？”冉有曰：“夫子欲之无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人有言曰：臣立就列，不能者只为而不持，颠而不服，则将焉用彼相以且而言过矣。虎四出于峡，龟欲毁于毒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故而敬于废，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及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此也。”文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君无贫和无寡，安无亲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有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无恐季孙之忧不在专于，而在萧墙之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 PG 十九。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西不失以自大夫，出五世西不失以陪臣执国命，三世西不失以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义。孔子曰：禄之去公事，五世以政逮于大夫，四世以故夫三桓之子孙为矣。孔子曰：义者三有，损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义以有辩辟有善柔，有辩宁损矣。孔子曰：义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有义，以乐交乐，乐亦由乐厌乐损矣。孔子曰：是于君子有三千言，未及之而言未之，造言及之而不言未之，隐未见颜色而言未之古。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挟大人无圣人之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谓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以无闻其语，以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无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名无德，而称鄢伯夷，书其恶于首阳之下，名道于今，称之其斯之谓语。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一文乎？对曰：未也。常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师乎？对曰：未也。不学师无以言礼，退而学师他日又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文思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德三文师，文礼又文君子之远其子也。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一邦曰寡，小君一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阳火阳火。阳或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屯，孔子食其亡也，而往拜之。欲诸徒谓孔子曰：来与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人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失时，可谓之乎？曰不可。日月是以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矣。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子曰：为上之与下愚不疑。子之五成文贤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歌姬焉用牛刀？子游对曰 PG 二十。习者眼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眼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公山福
扰以废叛赵子玉往子路不说曰莫之也，以何必攻山是知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企图哉，如有用我者无其为东周乎？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武者于天下为人矣。请问之曰公宽信敏惠，公则不武，宽则的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佛昔召子玉往子路曰喜者有也，闻诸夫子曰轻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昔以中目盼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灵，不曰白乎孽而不滋，吾岂刨瓜也哉？焉能细而不实？子曰有也。女闻六言六必以乎对曰未也。居无与女好人不好学其必也，与好之不好学其必也，当好性不好学其必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必也，狡好勇不好学其必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必也，狂。子曰小子何莫学夫师？师可以心，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耳之事，复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赵南以乎人而不为周南赵南，其由正强面而立也与？子曰礼云礼云，欲伯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子曰色厉而内忍，辟诸小人其由川渝之道也与？子曰乡缘得之贼也。子曰道听而图说得之器也。子曰彼夫可与是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子曰古者民有三急，今也或世之亡也，古之狂也，似今之狂也，荡古之今也，连今之今也，奋力古之余也，直今之余也，诈而已矣。子曰巧言令色先以人。子曰恶子之夺诸也，恶正身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富邦家者。子曰与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及将命者出户取色而歌食之，闻之宰我问三年之丧其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古迹眉心骨既深钻碎改火，其可以矣。子曰食夫道衣夫锦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谓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止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谓也。今女安则谓之宰我出。子曰与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与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子曰饱食终日磨所用心，难以哉？不有博弈者乎？谓之游闲。 PG 21乎矣。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谓乱，小人有勇而无义谓道。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善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至者，曰次也。亦有恶乎？恶角以为之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结以为直者。子曰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敬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中也已。为子
为子去之姬子谓之奴比干见而死。孔子曰：应有三人焉。柳下惠谓士师三处人曰：子谓可以去乎？曰：直道而是人焉，往而不三处往道而是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齐景公呆。孔子曰：若既是，则吾不能以既孟之间呆之。曰：吾老已不能用也。孔子行。其人归女乐季还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楚狂皆于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待而。孔子下欲与之言屈而辟之，不得与之言长。举节逆偶而跟孔子过之。使子路问今焉，长举曰：夫执予者为谁？子路曰：为孔。曰：是鲁。孔与曰：是也。曰：是之。今以问于节逆。节逆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事也，岂若从辟事之事哉？忧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五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不与易也？子路从而后欲丈人，以丈何由？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古不分孰？谓夫子执其杖而云。子路拱而立。指子路素杀鸡未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饮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以。子路曰：不是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挟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事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以知之矣。一名伯夷叔其于仲夷一诸张。柳下惠少怜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其与谓柳下惠少怜：降志辱身以言中伦，行中虑其思而已。以谓于仲夷一隐居放言：身中轻，废中权，我则亦于事无可无不可。大师至是其雅范干事楚三范辽事蔡四范缺事秦古方书入于河波涛五 PG 二十二入于汉少师杨吉庆相入于海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失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就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周有八士伯达伯士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瓜子张子张子张曰：是见为致命，见得思义，既思尽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曰：直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友？焉能为王？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亦乎无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加善而精，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惧我如之何其惧人也？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至远恐泥是以君子不畏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人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公居四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闻。子夏曰：君子有三辩，望之俨然，及之也；温听其言也，立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利己也，信而后见，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子夏曰：“大德不逾贤，小德出入可也。”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以易，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一言犹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辟诸草木，屈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污也。有始有促者，其为圣人乎？”子夏曰：“事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游曰：“丧志乎？哀而止。”子游曰：“吾有章也，为难能也，然而为人。”曾子曰：“堂堂乎章也，难与并为人矣。”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治者也，必也亲丧乎？”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事，难能也。”孟氏使杨夫为事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师其道明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今而勿喜。”子贡曰：“昼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魏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的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贺长师之有？”叔孙武叔与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 PG 23。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辟之功强，次之强也，及兼窥见世家之好。夫子之强，数任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孙武叔悔仲尼。子贡曰：“吾以为也，仲尼不可悔也。他人之贤者邻也，犹可与也；仲尼日月也，无德而于焉。人虽欲自觉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臣子秦伟。子贡曰：“子谓公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之，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由天之不可接而生也。夫子之德邦家者，所谓立之思，立道之思，行随之思，来动之思，和其生也，容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尧曰：“尧曰，尧曰：兹耳，顺天之利，属在耳，公允直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顺义以命与约，与小子吕敢用玄母，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必减在帝，新正宫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正宫，周有大赖，善人事父虽有周亲不如人，人百姓有过在与一人，仅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际绝世，举一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时丧既宽，则的重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功则说。”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吾美平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吾美？”子曰：“君子惠而不废，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
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则可劳而劳之，又谁愿欲人而得人？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事成谓之暴，慢令致其谓之贼，由之与人也，出纳之令谓之有司。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中。